我係無社師言人讚美，我係藍色師言陳志康。霍賢華，今天寫俾個主題曲應該乜嘢啊？ I believe I can fly,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。飛翔啦！冇錯啦，今年嘅主題係飛翔。咁屏幕方面呢，係咪由同學 A 一票選出嚟㗎？你就想一人一票等2017啦。今年我哋就有三位適合評判，而家有請佢入嚟啦，好唔好啊？不幸地有個救生仔咁行咗嚟咗家。第一位是舞蹈的評審 Even Hang， 他四歲開始學芭蕾舞了，專長舞蹈來的，他還做過不少明星合作過，包括我們的師兄劉德華，還有陳奕迅、郭富城、張學友、張敬軒、容祖兒、古巨基、陳克勤，是李克勤。第一識得定係咪？哇！呢個邊度識得？白色個校咁識嘅。咁咪發？係啊係啊，我有識啲你。咦？呢個係咩嚟㗎？你交唔到啊！你交唔到啊！係啊係啊，我真係頭先。你講點？你講咩嘢啊？Thank you.
捉到我，唔好意思。
大到咩咯？咩感覺？仲有聽佢口氣。唔識教我咩嚟㗎？點樣啊你啊？成日喺度唱歌曬，時光時光我頂唔住。唔識唱歌嘛？扮唱歌，我變扮唱歌，寧願叫你起上手，閉著耳朵，得未啊？唱完啦嘛？老豆啊！你知道我一直以嚟中意彈吉他，中意唱歌，點解你一直都唔肯支持我喎？唱歌一直都係我中意做嘅嘢，而上台唱歌更加係我嘅夢想，點解你唔可以支持下我喎？有老婆仔女，開開心心生活落去。得，我算花開心機，手表一個攞住，你又成又開心。老豆啊，我等咗你咁耐啦，放手啦。知未啊？輸你。得咗學校嘅小看。你咩小看？如果贏咗嗰次比賽，你又唔再支持你，係咪就會肯陪我一齊追夢啦？哦好了，我给你看，把这个插上去。
當然啦，最新熱呢首英文歌，我哋先睇下英文歌。假装你那从前热爱的地方，同心以梦，女帝孤独自处，正如你今时今日孤独的恋人，你纵是未明白人夜深人，假因你那无期望，烟荡隔地天安。我一樣都可以找人通常。